我为你们准备了礼物，喜欢吗？视野清晰。 武器准备好了，怎么了？雾中草地，有些不对劲。现在俏女们没藏住杀气，有阵好了，我不会退缩。 现在俏妆，心游也对着我的剑唱。超能！以不从中以阴谋得逞者在狞笑。 这就是你们作恶的理由！请不要怕，是不是看到幻觉了呢？这就是你们作恶的理由。 直到最后，我也不知道那些人是为了什么而拔剑，可能他们自己也不清楚。